小小一吓，吓得不惊哭了。平常哭出个母舅舅出来了。你说什么东西呀、啊？乖乖，我是你个母舅舅啊！我不讲人，你怎么是我个母舅舅的？你分明是冒充的吴舅舅，乖乖，舅舅还有冒充的呢，舅舅都是亲舅舅，当然冒充你个舅舅就发财了，我冒充你个舅舅是他，乖乖，我是你个亲亲爹爹爹爹亲亲的个吴舅舅啊，乖乖，你说的不错啊，我比你大不了2-3岁啊。那个时候你小的，你也是2-3岁的时候啊，人家要把你抱了走啊，我哭得伤心了不得了啊，我拽住你这个腿啊，人家把我一脚踢到旁边啊，我眼睁睁看见你被人家抱了走，你哭得哇哇的，喊舅舅喊舅舅啊，我不得办法，我那时也是个小老弟，也是个小子，这好嘛。到外码头还给了，还得又还得不大好。最近啊，还得稍微好些子啊，我就想到你乖乖了，特地回头来找你乖乖，想不到才怎么找到你乖乖了。乖乖，我是你家吴舅舅啊，我把你送阿给啊，乖乖。你是我家吴舅舅啊，把这个吴舅舅王王，是还得不好。不好，身上破衣烂衫的，跟我穿的差不多，都是加上一双鞋子，都是个新鞋子。哦，混的稍微好些的了，就买了一双新鞋子就好些的了。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要怎么才能相信呢？不是的，哪有这么缺乏的？你说你找了我多长时间了？我找了你有。有个把月了，乖乖，个把月没找到，怎么找到出来找到我的？你听我说说，乖乖，我早头都早昏了，我也早天了心了，哎，怕的我乖乖已经不在人世间，今个早上啊，我就对天发愿了，今个。再找一天，假如再找不到，我也就不找了。我就下了这个狠心，对天发愿啊！哪晓得上了街走啊走的，突然看见前那个女人啊，走背景上看啊，活像你个妈妈，把我汗毛孔都看了竖起来了。乖乖，我晓得你个妈妈老早死掉了。人死忽然复生的，我不相信，不相信王王的他的像就是你个妈妈，我就想个算到前头，把那个面容看下子，是不是你个妈妈？我就在跟着后头跑了，好玩的，我跑得快，他也跑得快，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始终在我前头保持一段距离。我就跟着后头跑，看见那主人进了行子，我就跟着进行子。进了行子弯过来，我也就准备弯过来。弯过来再一望，突然一阵阴风，你个妈妈不得了！就看见你乖乖在这个上吊，刚才分明是你个妈妈先昏啊，乖乖。乖乖不住啊，我是你个吴舅舅啊，你喊来着，我把你送哪去？哦，是这么回事情啊！你是我个吴舅舅，那我来问你啊，我个妈妈姓什么？你个妈妈姓？你把你妈妈都不晓得了，乖乖，你个妈妈姓什么？我这个做兄弟的，哪个不晓得吗？你个舅舅肯定晓得的，对不对啊？姓什么？姓那个？姓哪个？本来姓那个嘛，现在还姓那个？你说的本来姓哪一个啊？
本来行吧，本来行。唐个王个上个张啊，你追的是什么东西啊？唐个王个上个张啊，我个妈妈姓张，不错哎。唐个王个上个张啊，一个张呢，怎么姓张就姓张嘞？怎么有唐个王个上个张啊？乖乖，有些话的不好跟你说个乖乖。我告诉你啊，哎，怎么说呢？哎，说不出口啊，乖乖，不说这，你又不相信，我只好就说了。乖乖，你个妈妈在世的时候长得漂亮呢，相当心思的个男人多呢。上来啊，家把个姓唐的，跟姓唐的过了两年，或者一个姓王的。跟你个妈妈关起来了，啊，就嫁了吧，姓王的。那个姓王的是个多名贵，啊，我都又跟了个姓商的，这个跟了姓商的嘛，过了个两三年，啊，那个姓商的嘛，又不得钱，又穷，啊，人过了这，都想嘛过好了这，这个嘛又来那个姓张的，怎么嘛，哦呀。把个姓张的拿来等他，就跟了个姓张的。所以你问我们，我一下头嘛就完了，糊涂了啊！你怎么唐啊、王啊、上啊、张啊，没错啊！你看妈妈最后叫我姓张的，他姓张啊，你就是那个个姓张的养的，乖乖，我把你送干去，乖乖。哦，说是不相信不相信，随便你怎么说。小媳妇都不相信，但是人啊，他都不想死，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想活下去。这个小媳妇啊，就被屁股拉着这一挪，一个叉一打，他也就不想死了。我就是把他搞的呀，你既然来冒充我的舅舅，好在你是我真舅舅，好在你不是我舅，催你真你家的，我就把你当舅舅的。就请你把我送下去，我过一天输一天，实在没得办法，我再死也不迟。哦，你说个五舅舅，乖乖不错啊，我是你的五舅舅。哦，五舅舅，哎，乖，来，好嘞，把药袋举起来。啊，乖乖，我来问你啊，你搬了哪一家做学习户的？帮门城门口，王阿豆腐店。哦，屁股了这一想，把你妈妈王阿豆腐店。个王老头子是不是好东西？乖乖，你别怕，我把你送下去，不怕你个公公厉害，他看到我，他就抖了。他看到我倒过头来喊我舅舅。小媳妇把他汪汪，你就不要催吧。我看这个公公都狠啊。大概你看到我个公公，我个公公一生下你就抖了。喝了爬起就跑掉了，我舅舅不错，我就是王阿豆腐店那做小媳妇。来乖乖，我把你送下去。走啥？你在我前头走。我那么大个，你在我前头走，我在后头跟。爸，你在前头走，我在后头跟。我那么得个，那么得我最头招呼，叫你中完你就中完。不行，你在前头，我在后头。不行，你在前头，我在后头。舅舅的话你都不听啊？舅舅要发脾气了。你在前头，我在后头。你真的叫我在前头？
你走你的，你把我死给啊！哦，我们谈，我在前头，你在后头，好不好啊？薛媳妇为什么死，非要在后头呢？薛媳妇她不相信啊，不晓得你是个真舅舅假舅舅。你既做个舅舅，请你把舅舅做到底，说说做好人你要做到底。不是我在前头，你在后头，啊！上来姐，来躲，我打给你，你完了花脱了，是不是？你刚才嘴头说的，啊，见死不救，该当何罪？你眼睁睁看见我这个上吊在那个死，你于心不忍，你好像有罪孽，有罪过。你把我骗出去，你扭他了。你留他了，我还是把他嫁去，我还要再过来死，我现在就不想死了啊！你好像看不见，也没看为净，你心里宽了，我还是不得了再过。你在我前头，你想留你留不掉，你要留我就拽住你，舅舅，我舅舅，你把我送哪里？这小媳妇是存的这个心的，屁股拉着也明白，不然不然，我就在前头啊，不跑哎，这话说的。不过这个，从哪个玩啊？从左玩，晓得从左玩，屁股心里话我冷冷的，从北门跑，这个丁武神呢，方向计算呢。哎，不过嘴头嘛，西大刘刚的乖乖，过到了老国了。你这朝前，我晓得，晓得，晓得。两个人就这么磕头，盯到北门城门口。你往个斗殿，压着还有20多步远，屁股了站住了。乖乖，究竟哪一个呀？就在前头，过去700家人啊，就是那一个。我来搞晓得了，你去敲门，舅舅在这个等。你不跟我一起去吗？你先去敲门，门敲下来，舅舅就到。你不能跑的个，要跑老早跑脱了，反正东西啊，不得跑哎。你去啥？啊，好的。小媳妇走两步回个头，本来嘛，舅舅完了花脱我就不得搞你了。在这个呢。慢慢的顶到王啊豆腐店门口，到了豆腐店门口就听见了王啊豆腐店老夫妻两个杠的靠得一塌糊涂。咋个晚上啊，母的豆腐尿了过大灶门都没有开，豆腐搞到过不卖了，炸起了。小老板凭良心说，小老板对这个小媳妇他就蛮欢喜，就挨住个老头子不敢跟小媳妇多说一句话。今天为这件事情咋了去了，叫小媳妇出去死，小老板气得到棚上给玩了，都没干的门不开了，豆腐不卖了，老奶奶也怄气，老奶奶对这个小媳妇都蛮欢喜的，就不晓得这个老头子他什么玩意啊，他就对这个小媳妇他不满意。所以夫妻两个坐在桌边一边沟在这个杠子靠住。你个老下头的，你家有的好呀，小媳妇哪个伤了你的心了，你看见他就不满意，看见他就不欢喜，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动不动叫他出去死。我老妈妈叫你死啊，你死不死啊？你说什么东西啊？啊！你再说，连你都带我出去死给，你脸子！你个老下头，你把他蛤蟆什么东西骂？你再骂一句，我就跟你不客气。我老妈妈怕你还讲，你脸上，你脸上。
不等杠的口袋家伙。小熊在门口听听，吓得都不敢敲门。第二年往往舅舅在那过的，这舅舅没跑，把门敲下来，打打，不敢重敲，只敢轻敲，轻轻的敲了两下，打打，不敢喊公公，只敢喊婆婆。婆婆，老奶奶听见了，老豆子啊，什么事啊？妈刚又刚过了啊，妈又骂过了啊，事情呢就算过去了啊。我听见有人敲门，怕的是说媳妇赶来了，妈就说了，让他赶来，我给开门，站住。要出国，我来开门。老头子盯着店门口，把小伞一跌，唰的门一压，砸嘎，压了一只五寸宽，两手就扒住个门面。刚刚哪里还刚刚和婆婆你们死给他怕死他家还是大户给给着了还是找不到神子还是没得躲不得神子我拿神把你没得躲我拿躲把你给死给小媳妇往往你看我这拱着都狠怕你舅舅喝了溜他了嗓门都高啊舅舅没跑接着你我出给死给你没有死的掉有人骂我送下来了有人骂你送下来了哈哈哈哈我说过这句话了随他什么人哪怕天王落着都不得用没得情人人就是不准进我个连线门我有情人人了啊哈哈哈哈你个还有情人人呢、啊、你个人都死光了让情人人把你送来的我爱一个欧舅舅把我送下来了欧舅舅啊啊你个还有个欧舅舅呢在哪块什么样子叫你个那个表娘的欧舅舅滚过来噻小媳妇听听你挖开我这拱拱都狠欧个那个欧舅舅叫表娘的欧舅舅啊不是走过来他滚过来那我把他喊过来喊啥欧舅舅你来了来了把你妈妈我个表娘的欧舅舅滚过来滚过来滚过来你还不要妈妈你把爹爹一看你倒过来喊欧舅舅屁股来顶到王啊兜的门口，手提把小媳妇从旁边一给一伸开，王老头子，哎呦糟糕！吴舅舅，吴舅舅，你不光是个乖乖的吴舅舅，还是我的吴舅舅啊！吴舅舅，刚来都乖乖，你再想想把这个吴舅舅弄下来的。小媳妇往往心里开心啊！哎呦喂，我家这个吴舅舅不总言总用，你忘了他坏洋洋的，一点个没有吹牛，一生下我家公公倒过头来喊他舅舅，乖乖，跟舅舅家来，
啊！我舅舅，跑米点点。罗奶奶住的那个王王，活该妈妈欧天混世，那个罗东西又拉着八股，拉着顾河人周身张扬两股，把那个吴舅舅跟你多点。多多点你不得亏乎啊，瞅瞅你马丁你才舒服的。罗太太坐在旁边不开口。王老头子过来。哦舅舅。王老头子，你哪片如此不讲理啊，欺负个乖乖。啊，五个外甥女儿扣你，两三岁就到你个来做消息，他还是很好奇难度，还是偷鸡扒狼，一样都见不上。什么苦事长事他都不做，你凭哪一门动不动要骂他，动不动要打他，再不赢叫他出去死，把你妈妈我叫你死啊，你死不死啊，你是个死的啊。我舅舅，我不晓得个，我个这个媳妇啊是你这个外孙女儿呀。随他，是我的外孙女儿也好，不是我的外孙女儿也好，冷哎。啊，就是养个狗嘛，他还有个情感呢。更何况小媳妇在你个这么些年了啊，多少要有的情感呢？我个乖乖口里就被你气到底了，干得不得情人了，门都不得情了，出给死了。这是几个碰巧啊，我舅舅走了个路过啊，望见了，我把我个乖乖解救下来了。解救下来以后，我把他带家就带过了，跟那个吴舅母都见过面了啊。我跟乖乖讲，吴舅母很投缘，吴舅母看见他欢喜的不得了，乖乖长乖乖动搂着怀里一站着乖。吴舅母啊随即跟隔壁进来干大臣，包括乖乖吊起了城下的86斤笨重，走上黑帽子输了的31万06根，成功了就输过了以后，他个军务就包括乖乖叫了包送过来，送过来别你搞的样过两天舅舅过来复生，复苏汗毛，哼，说的那些犯你一吊铜钱，说他那一两犯你黄金二两，说他那半斤把皮抽筋啊，黑帽子输过了31万06根，过两年复苏，说他了一根，把你妈妈下头送罪。我的妈妈这个罪大了，头下他了都死他了，还要送罪，鬼魂送罪啊。就是跟着乖乖，你别怕，直接放心大点，在这个过了这，舅舅过两天再来。走了，侯舅舅，别忙着，是啥？我马上上街打酒，总长叫我弄一口，吃，欠你的酒，丢我乖乖好的个，就再走了。滚到旁边啊！
凭了说过以后转身就走。王老头子一喝跑到门口，呼隆通呼啦的门一关一摔。哎呦，乖乖，你家想起来把这个舅舅弄下来的，你看这个舅舅狠啊，不光你喊他舅舅，我也喊他舅舅呢。哎呦，老奶奶，老头子，咱们是啊，你不是做到了个不懂的，过来帮下子忙子，帮什么忙子？搞把大桌子带到别的殿堂当中来，好叫老奶奶不晓得老头带大桌子做事，只好帮助了带个。老夫妻两个就把大桌子带到殿堂当中一放，大桌子摆好了。接着老头子摇一壶，拿了一张刀灯，呼隆通，就是大桌子上一夹。乖乖，刚刚你爬了祖上也好啊，你别这样子过子，这样子过人都围呀、啊，人一围就要掉表，一掉表，你听到的，你个舅舅说的，说的一钱。凡一吊铜钱，烧他一两，黄金就翻二两，烧他半斤，皮肉大了，把皮抽筋啊！乖乖，你祖上的好不好？刚才祖上的谢谢，做就做了，要祖上的就是啊，不是他上头四面八块啊！你个舅舅交代过了，你走上还冒着三十一万零六根，又坏脱了一根，下头冲军，你祖上的四面八靠还冒着不得坏哈！你祖上的，我不要，我就住在底下，乖乖，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啊？你牢牢你个公公，你怕了祖上的啥？小媳妇王王。平常受这个老头的气也就受够了，今个既然叫我祖上的，老实不客气，我就爬了祖上去。所以小媳妇爬了说大桌子上一坐，一刮刮这个嘎的一吵起来了，活过瘾情感了，共在家中。刚刚我做好了，乖乖做了个别烦人哦，从今以后你个公公不敢骂你一句，不敢碰你一下子，你放心，好吃好用的供着你啊，不要烦人，你住过我妈就来，妈就来。老头到哪块一脚头跑到厨房头，厨房的地方小木炭炉子，木炭炉子上了一只大闷锅，那个呢家伙还是蛮旺的，闷锅里头还多的咕嘟咕嘟，闷不得什么东西，老母鸡喂蹄子。王老头子不晓都要补你，进了就进补，一进就几蹄不离口，一气要吃到九够九。平常吃多少个？就这个老母亲为体的老奶奶都不得吃，儿子叫他高兴起来了啊，捧着手掌吃吃，往往好像有这个不顾意的老一块，乖乖老一块把你补下子，儿子老乖体子吃吃，实在紧啊给这个不舒服，一口汤没喝得掉，儿也儿不下给了。说老奶奶，你要弄口汤补哈子。老奶奶弄口汤哈哈子。小媳妇舔也舔不多，望都不能望。你要小媳妇在这个眼睛对他望哈子，望什么东西啊？你那个是个狗子，死到旁边的，他吃毒蛇还不准能望。小媳妇没了三天，狗汤门口。萝卜干饭、汤饭、咸菜，
就落到300万上吃团圆饭啊！一家也不过就四口人。小媳妇虽说没有冤枉是在那个当堂了的，但是嘎头了。四个人坐坐上一桌，一个人把一面，吃个收税酒，吃个团圆饭，不是蛮有意思的吗？不是蛮好的吗？王老头变不着。平常小媳妇在哪个吃饭，还在哪个吃饭？锅堂门口，烫饭灶，臭咸菜，可怜老奶奶洗不得。未吃饭之前，瞒住老头子，背住老头子，拿个小饭碗啊，弄这么一个骆驼子蘸肉啊，煎这么一茬子炒菜，夹这么一个鱼尾巴，倒这个鱼汤，瞒住老头子，背住老头子，偷偷摸摸的送到锅堂门口，让小媳妇杀杀钱。小媳妇吃的时候还背住公台，如果给公公看见了，你没望见老头子那个样子呢，跑上前去一把夺过来，当当随手一关，啊狠狠留下一句，把狗吃都不得把你吃。你看小媳妇过的什么日子，乖乖，进来一个吴舅舅，把老头子拘住了，卡住了，老头不得办法，跑过去嘛，大门不盖在一起，拿了一只大碗，接着同上这些，连几的带几的，连汤带水，呱，装了一大碗，筷子带来耍，啊，乖乖。不要烦人啊，乖，老母鸡为体的，乖乖，你把它吃下去，这个补人呢、啊、如果吃下去就告成起码多半斤出来，吃个乖乖乖吃个。小媳妇怎么样，不需要哪一点吃过荤腥了，爸爸今个公公送的来了，老实不客气，碗子接过来，筷子手上一抓，先弄了一口汤，拼了子。哎呦喂，这都好吃啊！乖乖，这个鸡汤这都好喝，这都好吃。是的，不晓得哪一天吃过荤腥，这个小口汤吃的嘴头有滋有味，接着。提着吐吐，挤着啃啃，躺呵呵，一刻工一大碗吃得干干净净。刚刚我吃过了，啊，吃过了，五万块饱啊！你别烦了，我来洗。以后啊，五万块的我就饱了啊，你就不要洗碗洗筷子了啊！我来，我来，做了官不能烦人啊！啊啊，马就到，马就到。接着到了厨房，乖乖把口锅轰炸起来了，大柴火把子轰哈，锅烧热了，豆油盆拿过来挑在这起，杀杀杀，放了4条的豆油，大鸡蛋拿过来，接着又是3个荷包蛋，盘子一装，筷子一双。乖乖，刚才吃的老母鸡喂蹄子，这个呢荷包蛋，这都是在哪吃下个禁忌呢？那乖乖，接着后头再吃。好的，小媳妇接过来，把3荷包蛋又拿了去的了。那老婆呢，抱抱抱，别烦我来，我来，我来，等啊这马就到啊、哦、又下厨房。下厨房的是开了几根小草，剪成葱花子，大眼抓了小草，倒把这去把它压碎了，
有股在这关呢，这都杀杀又加了两票的豆油。昨天的蹭饭拿过来，一响红的朝下这个小虫一扎，小眼一崩，一阵子炒炒得沙隆隆的，苦苦米饭油光光的，沙亮的，就跟亮珍珠差不多。炒好了以后，响红红一转，嘎紧一握，筷子一爽，乖乖，接在后头吃，吃了还要吃，吃得快，长得快，过点那个就又来复生，他这一的长还不得歇，乖乖吃吃，刚刚还吃呢，吃个别客气吃，好的，接过来，吃这一碗油炒饭，我的妈妈吃不下去了，一到我老母亲为体的，记得三个点鼻子，只过又是一碗油炒饭。吃了半天，吃了个饭尖子，整人啊一口口朝嘴都酥了。小媳妇王王叹了一口气，哎，不得吃的日子不好过，吃不下给卡住的吃，这个日子哪晓得也不好过。刚刚啊，乖乖，什么事啊？我吃不下的了，吃不下的也要吃，实在吃不下，吃不下的也要压，他压不下，压不下的还要卡，也卡不下，那乖乖，刚刚求你啊，你把那压给卡给，刚刚我实在吃不下的也压不下的也卡不下的，刚刚你不讲你，明个到我舅舅来，我告诉我个舅舅，我吃不下你不要卡住，去吧吧吧，去就吧去，把人告诉你个舅舅，拉，一乖乖这个舅舅狠呐，哎，好的好的，乖乖不吃还是你吃个。啊，回头晚上再吃个啊！挖筷的顺到旁边，公公没得事啊，端了掌握灯，就说大桌子旁边一桌，就是陪住媳妇啊。啊，乖乖，不要烦人啊！公公以后不打你不骂你了啊！啊，乖乖，你放心啊，有搞的什么事情都不要你做了啊！啊，乖乖，一个事情要提醒你啊。什么事啊？你假如拿过羊啊，你不能抓，泡泡啊，泡泡，要泡泡，那不是不能抓，抓了把黑毛抓了回头，下头还冲军呢，不能玩啊，晓得吧？你泡泡不能抓啊，泡了黑毛那不得回，一抓黑毛就回得了。啊，好的，不等了，王老头收了嘴了。小媳妇等在桌子上时间长了，咦，不好，好像要上麻子了。刚刚啊，乖乖，什么事啊？我要下来了。你做伤了蛮好的，你要下来是啥？我要进房眼。来，好好的要进房眼是啥？我要上马桶，这个不能玩，不能玩，不能玩。好容易吃下给你，一上马桶就吸脱了。或者你个舅舅来福城吸下来不得了，对不对？你都忍住、熬住，不能上马桶，不得命了。公公吃住媳妇的事了，告诉你的，不准他上马桶。小媳妇等着大桌上成热着凉锅了。这准情还不准错，你说这个热着凉锅不凉锅？屁股啦，这在哪块？屁股啦，当然过两年来放城里嘛。屁股啦，这就在门口阿住门缝的朝里头看呢。喂，宝乖乖乖，当观音菩萨供起来了。乖，吃了吃了吃了，喝了喝了喝了，快活快活快活。哎，不好，不行你不行了，知道？公公吃住媳妇的事了嘛，不准他错，只准他进，这个不行，要把那个矛盾解决好着呢。当当，王老头子
开门！来了，呱呱，舅舅来报餐了。呱呱，好在没有做那错，这个个报餐值得长不得些，一错就完了心头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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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当这个欧舅舅来了，来了，来了，哎，还落了。当然一个五九九店的成员，五饭五天了，跑的地方不好住啊，跑了住了大庄子上什么样？什么意思啊？五九九，哎，不是我要住的，是我刚刚看了我住上你的王老头子，你怎么这么不讲理的啊？跑的地方不好住，你要把他住了大庄上住啥？啊？不是的，吴大大，住在大庄之上，四面不靠，还冒着碰不掉啊！夫妇还冒着，他才不得坏。不是的，你觉得我了，坏他一根，下头冲军的。好了好了，啊，欧舅舅，我要进房眼，进房眼就进房眼，你进房眼，告诉我做啥？说了，我把你抱上床。我要上马桶，上马桶你上马桶的告诉子啊，说了我还要堵你啊，家说哥，你黑子，刚刚不准王老头子你老板这么不讲理，欺负你个媳妇的事啊，说狗你都不准啊，啊。